背面，背面，哦，有定格，反正就是先来问问大家，问他这个词是叫什么，觉得是成语，可以在听到耶、yeah, 各位联合新闻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吧棒棒糖。今天呢我们来到什么威廉？国立历史博物馆来看这个微笑采用展。哇、哦、你知道什么要问威廉吗？为什么？因为他是历史小王子、哦、他除了历史呢什么都不会哦。那我们来问一下威廉今天参观的心得。我觉得就是今天出土了大部分都是汉朝的东西啊、嗯、那我觉得蛮酷的，让我顿时间觉得我自己是读书人。对、啊、对对。那今天呢棒棒糖很荣幸可以来到这边参观，因为平常很少机会可以看看这种东西、嗯、然后刚刚听说有一个东西可以买下一个地堡、哎、呦 好几间好几个。你看它一个不起眼，可是它是很可怕的。它是一个小女生。 对，而且这边呢基本上这边都是古堡。对对，然后都是古董，然后大家呢今天这样走来走去看，发现真的历史真的是很酷。而且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很特别，就是宦官，是不是？宦官是什么东西？小玉，太监。哦，对，这个解释想必大家都懂了。而且那个还看到很多，就是一些做得很精致，哎，对对对，做得很精致，对不对？对，好不好？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参观的地方了。你觉得？那个中国人真的非常厉害，就是他的历史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就是我们比其他人有那种幸运能读到这些以前的东西，让我们了解我们是从一开始到现在有一些记载。对，我觉得今天看啊，有些东西其实还是复制品，希望有机会我们去内地宣传的时候有时间可以好好的把内地我们就是中国的那种古迹啊一次把它看完、嗯、这是非常有意义啊。那推荐各位年轻人赶快来这边参观吧，因为呢中国是非常有文化的，对不对威廉？这也是哪里？再报他一次，国立历史博物馆来看微笑采用就对啦，快来哦，耶、yeah!